买车卖车不懂行，就找老胡来帮忙。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可侃汽车，我是老胡。啊，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，咱们的热心观众朋友留下了不少问题。今天呢，啊，老胡在这儿做一一解答。老胡最近考虑添一辆50000左右的车，主要用于城市里想要改气，需要自吸型的，那款有哪几款推荐吗？是这样啊，这个改气的车一般出租车和网约车用的多。据我所知啊，那个自吸的车型，出租车能用的你都可以用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，问过改气的师傅，可能缸内直喷的车你改不了啊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了。像比较常见的车，你比如说，咱们现在干出租的这个小桑塔纳、小捷达啊，这个还有这个北京现代的这个悦动。这些都是可以的啊，剩下的很多车型呢，因为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是纯家用啊，那个改气儿意义不大。为什么呢？改气儿的话，对车的这个发动机是有损耗的，因为它的热值比较低，啊，冬天冷启动困难啊，而且啊，带一个气瓶在后备箱里边也不是很安全。如果你行驶里程比较少，一年两三万公里，我建议还是不改为好。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。你好，胡老师，老粉丝了，预算不多。家用喜欢大爷省油耐用的捷达 vs 5，对比启辰 T70.2.0 CVT 那个更好更保值，想长期开，感觉启辰性价比高点。是这样，您说的没错啊，启辰性价比是高，但是呢，2.0 CVT 啊，就是说最近日产爆出来它这个 CVT 变速箱老有顿挫故障，啊，启辰用的跟它是同一供应商。捷达 vs 5用的呢 1.4T 的发动机，还有这个爱信的 6AT。都非常皮实抗造，它的配置不是很高，颜值也不算高，但是长期持有，我投捷达 VS5 一票。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。胡老师您好，喜欢您的节目，想买一台50000元左右的二手车，家用13款的别克英朗 GT 怎么样？望解答，谢谢。这种车我们卖过啊，就是说英朗 GT 呢，美系车啊，配置方方面面行，但是它造这个。日德系的竞争对手就差在保值率啊。那个年代他还没用那个三缸涡轮增压，啊，六档变速器啊，虽然照爱信的比差一点，但是是可以接受的啊。4-5万块钱买个13款的英朗 GT， 啊，这个1.6、1.8的都可以。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，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“胡侃汽车”，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。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。